那你跟表哥恋爱是表哥找女孩，你找表哥哈，就微信。是他找我，他都没有跟我表白过，他就跟一些朋友说我是他的女朋友。等一下，没办卡的，没办卡的赶紧办啊！接下来付费节目啊。借呀，然后我们上高速，3个多小时就到了。所以我你们们两个见肯面定的的。当晚就，对，因为是我提出来的，我我说我们见面的那第一天直接去开房，因为开房之后才会熟悉，不然太尴尬了。直接直奔主题是吧？是的，那我觉得我付跟费他已经啊！很了，付费付费，抛弃了，还要怎么样啊？要不去房区吧？房区有没有人啊？没看到哎，我家中有。有人，哇！别别往右，别往右！探头，我别探操，头，别探头！有埋伏。我操！新房子，新房子！屁股后面还有啊，小心！打怪了，打怪了！过来，别在房间里面，从右边推吧。我这儿，等一我下，封等一烟下，我过了。听得到。从右边推。我操！我必须吃一波雷呀、啊！我现在出去不被炸死。你在那里，你小心嘎呀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围墙外面，进房子里，我丢火了。就屁股那一个了。哎，我这老六，啊，他为什么摸过来了？这老六，我真服了。哎呀，这是个死机，这是死机，我真灭了，我真裂开呀，这是死机，这老六，我真服了。我真服了。他说他不玩了。他玩不下去了，他肯定是太难受了。梦回17星，啊，你们都17星了呀？他不是要上战神了吗？伤个鬼呀！战神估计都23、24星。战神都6500了。悲哀是我捡起了悲哀，6500还差600分换来了伤害。600分。也许是我，是你。表哥，我们要招募吗？那3P1也行啊，3P1好打多了。那就3P1呗。那我开了，那表哥不会生气吧？不会啊，他不会生气的，他从来都不会。Okay。